就看你的了，没问题，哥，戏棒，等等的。小妹妹，你这咋的了？你怎么还哭了呢？我蒙圈了。喝的？喝多少啊？不是，我找不到我的恩人了。恩人？谁是你恩人呢？王家的那一位独子。王家的独子啊？你说王小倩是吧？哎呀，不许你这样直呼我家恩人的芳名。芳名呢？我跟你说，就你家恩人的芳名，在我们这一代那是有一号，那是恶贯小区啊。哎，你不是找他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他老巢。哎，王倩，小倩，倩，王家那位独子，他没在家。那必须的了。什么？哎呀，别哭了。哎，这么的，要不然你先上我家待会儿，等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行，合适。合适，来吧。来，你真是好人呀。来。坐、你跟我家王公子认识吗？啊，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。那请问姑娘跟我家王公子是什么关系呀、啊？我乃你家王公子家对面之多年邻居是也。呜呼，哎哉，咱俩能好好唠嗑不啊？中。哎，对了，你说王小倩对你有恩呐？恩呢？那个恩是搁哪嘎来的呢？姐，你不知道，他救过我的命啊！啥玩意儿？你可拉倒吧！就王小倩儿，天吊儿郎当，他能救你命？我咋能不信呢？王小倩儿是我心中的英雄，大英雄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请你别亲。恩人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前几天救过的那位女子呀。哼，我一生救人无数，属实记不清你是哪一个了。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上个礼拜，我站在浑河的岸边上，你晃的一声从我的身边经过，我扑通一下就掉进了河里，是你把我救上来的呀，恩人！啥玩意儿？叫我从你身边一过，你咕咚就掉河里边了，我给你刮下去的。刮，说明咱俩有缘分呀。俗话说，瓜葛瓜葛的嘛。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，你给我去一边呢，去吧。哎，王小倩。干什么玩意儿？那你对人小姑娘这么粗鲁呢？那个妹妹，你跟我说，你为啥跳河呀？我被我前男友给甩了。哦，与不爱你的人分手，你无所知；与不懂爱情的人分手，你有所得。作者啊，在折里边呢。莎士比亚。哎，王小倩儿，行啊，你可以呀、啊，你没看出来这姑娘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？哎，举手之劳，不必以身相许。装啊，还跟我装？这么的吧，看在咱俩多年发小的份上，我帮你问问他啊。哎，你就问。哎，姑娘，来起来，我问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是？那你是不是想想？那你还用不用？不
这条命不是人家王公子施舍的，要不是王公子出手相救，我这条大龄木命早都变成了锯末子了。小女子孤土伶仃，孤身一人，身无分文，我要跟他过，我要跟他生一大堆的猴子，不对，孩子。不是，干啥？姑娘啊，你先冷静，咱俩生啥玩意儿吧不重要，但现在有规定，最多就能生俩。啊，王谦，怎么的？我听你的意思，你还要同意是咋的？我同意啥？哎，小米粒儿，你看着的疯狂追我，是不是有一种想横刀夺爱，第三者插足半路插一杠子，杠上开花，想把我从他那里边撅回来的冲动？我现在有一种想一脚把你撅回家去的冲动。这啥玩意儿？披风。被单子吧，给我改开。我让你改开，听见没？死扣。你过来。干啥呀？别哭啊，你随便过来。你没发现不对劲儿吗？这里有事儿。过来，有啥不对劲？你天神叨的你。哎呀哎呀！看见了没有？什么叫专业中国好演员？啦啦啦！小米粒没在家呀？哇，帅哥！你是谁呀？我是这儿的物业经理，我叫田笨笨。他家水管坏了，我来看一眼。等一下，田笨笨。你说你叫田笨笨？是啊。哎呀，不对呀、这传说中的田笨笨应该长得凑合看，身高一拃半，挣扎活到30多，越活越完蛋的田笨笨吗？那你说的是王小倩儿。他家住对面。你走错了。我懂了。帅哥你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呗。我叫高艺昕，艺名叫莎莎，我毕业于蓝翔戏剧学院表演系2015级研究硕士生。我的电话号码是138XXX XX091。你好。你好，用挖掘机找你啊。我看一眼水管。不着急，接下来我向你表演的这一位啊，不是我，不是我一厢情愿的，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等会儿，我没太明白。你一会儿就明白了啊，帅哥，对不住了，哎呀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呀！能不能别转了？你肌肉还挺结实的，哎呀我天，臭不要脸的，来人呐！谁臭不要脸的啊？他，松开，站起来！是你根本不认识他，咋回事啊，姑娘？就是他，禽兽不如的东西，他把我给甩了。你胡说八道，这个东西怎能把你给甩了呢？就是他。田笨笨，我俩青梅竹马，海誓山盟。你还记得咱村口的那棵小歪脖子树吗？你临走的时候，咱俩在树上刻下了咱俩的名字。现如今树都长直了，咱俩名字歪了，你就不想回家看看吗？你哪棵树啊？你还在树上刻字了？这我就是没看见，看见我都抓你，物业就管这事儿呢。能不能别搁这扒瞎了？你说你没事，你跑红河边上卖什么单啊？你是不是就等着二五眼把你刮下去呢？完了他要救你，你再讹他，你是不是碰瓷了？你看我快把你揭翻了，你现在又来给我问问了是吧？你信不信叫物业把你轰出去？哎，小米粒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找保安有啥用啊？田笨笨，虽然咱俩是情敌，但是我相信你的人品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就一去不复返了， QQ 不回，微信拉黑。姐你要给我做主啊。姐你先别哭，你这么的笨笨，他说的是都真的吗？我小米粒，
你怎么能相信他的一派胡言呢？我相信铁粉们的人品。你看看，还有吗？没了。不是，到这节骨眼子上，怎么能没有呢？你是忘了？王小倩什么意思？你帮我还害我呀你、啊？哎，你让他把话说完。啊，我记得我和他还有一个八九个月的孩子呢。对，我什么时候有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！孩子这个信息非常重要，我问问去啊。过来，不是，咱俩孩子那个方案不嫌太狠吗？那咱俩开会没通过吗？不，你那些不狠的方案我也没记住啊。不花钱不拿就不行。哎呀，行了哥，凑合用吧。孩子这事儿确实有。田笨笨，看看 ，look， 这就是你临走之前造下的孽呀。看看，啊，你让我走，小米粒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不，他说那些你能信吗？你在乎我信不信吗？我说我怎么总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呢？原来这里面都是有原因的。你知道我为了见你，我都把我家水管子整漏多少回了吗？5回。你不是，那你整坏我每次不都来修的吗？那这也叫感情啊？小米粒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说你这样，我踢坏了，物业都该罚我了都。你说平时我兢兢业业的工作，那证明不了我的人品吗？你白天是挺精明能干的，谁知道你夜夜干啥去了？那你说我长得也不像坏人吧？陈世美长得比你还好看呢。王小倩，你行啊？行。那既然都不相信我，我也没必要解释。今天是王小倩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家水管坏了，我才来的。我把它修好我就走。你等会儿，你说什么？我把你家水管修好我就走。我家水管子没坏啊。王小倩啊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来，王小倩，你过来，来。干啥呀？你让我看一眼我那个还没出生的儿子长什么样呗。看看啥呀？看一眼。你看了，得了，得了。你看，来，王小倩，来，你拿着来，大家看一看啊，小米粒你也看一看。我不知道这是谁儿子。王小倩，这咋跟你长得这么像呢？小 baby 小的时候长得都差不多。这是差不多吗？这不就是你吗？这家伙的笑得挺开心的，你家孩子9个月就长牙了。被你们发现了，给你整的没用的。莎莎是不是？啊，还有过来，还有我的事儿呢。你刚开始跟我说那一大堆，就是为了害我呀？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不是我了。哎呀，我好纠结呀。是，你得好好纠结一下，是做好人还是做坏人。但我对你印象还不错，你不像是坏人。啊，你不用威胁我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，我是不会出卖我的灵魂和我的角色的。哎呀，我是演员，我好挣扎，我好纠结。是他，王小倩说这里有戏演的，我才过来的。不花钱雇那玩意儿就不行。哎呀，王小倩，我站那儿回来。